第一步就先把这个变速器拆掉，然后第二步就把松这个电机螺母，左边的跟右边的把它松掉，松掉之后把它取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样下来了，下来之后把这个螺丝松掉，把这个拉掉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飞轮拆掉。拆掉的话就找个工具，这里有这个定位牙，找一个十字螺丝刀，然后找一把锤子，就敲这个定位就行了。就这个定位，对，往这个方向敲就行。对，这飞轮都已经推下来了。这已经下来了啊，这已经下来，都能把它拿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就拆这个碟刹片的这六颗螺丝，拆了之后也是一样的，把这个螺母拧掉，把这个碟刹盘拆掉，安装另外一个电机上就可以了。